敷面膜前先擦上蛋黄哥保湿化妆水，仔细的按摩，再来使用瓜牛精华液面膜。敷上去后，将面膜用平整之后，就完成啦。等待15到20分钟后，将面膜由下往上撕，再来按摩画圈，让精华液吸收。再擦上蛋黄哥乳液，接下来用吸油面纸来检视，完全无油不黏腻，肌肤变得超有弹力光泽，出门旅游携带都很方便哦。